老朋友，还是你们好，怕我孤独难过，都过来陪我了，是吧？大娘，大娘，去上那边玩去啊！哦，白燕，我的这两个小子没有惹你不高兴吧？嗯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你不是发过誓吗？你不逼我做任何我不喜欢做的事。白燕啊，我真的喜欢你，真的，我真的喜欢你啊！真的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呢？哦，你听我说，北莹，北莹，你听我，你别过来，别，你离远点，你要再过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啊，行，我不逼你了，快把剪刀放下，放下。你能不能另外给我找个地方住？好，你住在这儿，我搬出去住。快把剪刀放下吧，放下吧，别伤着自己了。白英啊，我家这上上下下的活多亏了你，你别把自己累坏了啊！来，我来。你要真的对我好，就带我去见云姐姐。哎呀，不是我不带你去啊，实在是大奶奶下了令，除了送饭的官兵，不准任何人去湖中接近三奶奶，违规者是死罪呀。我想，你的云姐姐是不愿意你为她而死的吧？少爷，有什么事啊？牛总管，我听说我妈让你把三奶奶的。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。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3w.99466.com，500万提款火速到账，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。是你百英带回家了？有这么回事吗？啊？是的，有这么回事。哎呀，牛总管艳福不浅呐！百英虽然是个丫鬟，可也是从北京来的女人，怎么样？北京女人跟咱们阴阳关女人不一样吧？大少爷，啊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哎，对了，那百英不侍候三奶奶了，三奶奶现在谁侍候？三奶奶没人侍候，大奶奶让她一个人在湖中受罚。是吗？那太悲惨了，比我还惨。哎。牛总管，你能不能让我见见三奶奶？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！大少爷，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奴才觉得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还是不见三奶奶的好。哎、
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百英这丫头，你可好好调教啊！对待女人，你可不懂。有空我好好教教你。怎么就不能来呀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呀。你怎么来的？我划船来的呀。你一个人吗？哎呦，我当然是一个人来的，我特意来看看你，三奶奶。三奶奶，我想死你了，三爷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简直是太可怜了，我想你肯定很寂寞，所以我来陪你啊。三奶奶，请救我吧。三爷夺了我的官掌权，我要你来补偿我。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啊！你走开，你走开呀！三爷，哎呀，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快快快！快呀，快快快过来，大少爷，快来，大少爷救救我。哎，轻点轻点，哎呀，轻点轻点。百英，百英，哎呀，百英啊，三奶奶来过这里没有？没有啊，她不是在水云居吗？哎呀，昨天晚上她已经逃出水云居了。百英啊，她真的没有到这儿来找你吗？真的没有啊。要不你先去看看。英雕，三奶奶没来过这儿，我想她一个人出关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走。白英啊，白英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云姐姐。哎呀，找什么云姐姐？我们在关里上上下下找遍了都没找到，你上哪儿去找啊？都怪你，要是你不告诉云姐姐周文在关外，能出那么多事儿吗？哎呦，我这该死的嘴哟！谁不打招呼就进来了，真没规矩。水阳，你仔细看看我是谁。哟，三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对了，水阳，你给我听着，马上送我出关。三奶奶，要出关，你有出关令吗？哼，没有，但是我手里有枪，你要是不送我出去，我就打烂你的脑袋。三奶奶，你要出关可以找官长要出关令啊，没有出关令你又要出关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敢违抗祖宗传下来的规矩送你出关呐。是规矩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？你要不想死就马上送我出关。好，好吧，我送你出关。三奶奶，您上船。快点！你看，三奶奶那边。水阳，你给我回来！
水阳，你把三奶奶放走了。英雕，你糊涂了，没有我水阳领路，谁出得了关呢？求你保佑云姐姐平安出关。白英啊，你再求也没有用，你的云姐姐是出不了关的。老乡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你是阴阳关的兵，还不知道这就是阴阳关？什么？阴阳关？三奶奶，三奶奶，请跟奴才回官署吧。大奶奶，三奶奶带到。圣人云，大不欺小，强不辱弱。三奶奶，既然你不知好歹的话，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。恶人者必见恶。银雕在，把三奶奶给我带到地牢里去，也许她在那儿脑子才会清醒。是。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，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。白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这儿等你呀。你等我啊？嗯，我问你有没有三奶奶的消息。三奶奶已经被抓到地牢里去了。啊！我想跟你商量件事。嗯，什么事？我想跟你借点钱，明天去牢里看云姐姐。哎，你真是天真的，那地牢是你想去就能去的地方吗？嗯，我知道你是放心不下你的云姐姐。哎，这样吧，明天我想办法去一次地牢，你想带什么东西交给我，我带给她。三奶奶，你们是故意啊，还是不知道啊？啊，这种馊饭拿来给三奶奶吃，怎么说三奶奶现在还是官长夫人呢？我们知道三奶奶是官长夫人，可是大奶奶吩咐过了，三奶奶到这儿就得按囚犯对待。放屁！好了，我不跟你们这些脑子有毛病的人说话，把门打开。是，我和三奶奶单独说几句。你去吧。是。三奶奶，三奶奶啊，你看，这是百银刻意用野山参给你炖的山参鸡，你趁热喝吧。刘总管，我吃不下。这镜子和梳子也是百英前几天上街上特意为你买的。她说三奶奶爱美，离不开这些东西。哦，
这琴也是他让我带来的，他说他不在的时候琴可以陪着三奶奶。牛总管，白英他对你还好吗？他对我还算好。只要你好好待他，白英一定会对你好的。谢谢三奶奶。三奶奶，三爷在关外一连攻下了土匪占领的三个县城，过几天就要回关了。我是说，等三爷回来，借着三爷高兴，你向三爷主动认个错，三爷也许会原谅你的。白英啊，我见到三奶奶了。她怎么样？过得好吗？还算好吧。你骗我，他肯定过得不好。你说的对，是不好。你想想，一个从小就由人侍候的大小姐少奶奶，突然之间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里，吃着猪狗食，跟老鼠一起睡在发着恶臭的地上，想洗个澡都不行，那好得了吗？牛总管，你能去大奶奶那儿帮云姐姐求求情，救救云姐姐吗？哎，你还不知道，大奶奶表面随和，骨子里最容不下三奶奶。要救三奶奶，只有去找三爷求情。那你怎么能肯定三爷能原谅云姐姐呢？我是男人，三爷也是男人，所以我知道，只要三奶奶向三爷低头认错，三爷就一定会答应把三奶奶放出来的。三奶奶，牛官又来看你来了。三爷已经得胜回关了，这次啊，不仅扩大了势力，还扩大了疆土，还为新政府立了大功，就连本省的督军都要请三爷出关。牛总管，你说的这些我不感兴趣。我知道你对我说的不感兴趣，不过三奶奶，我的意思是，何不趁着三爷高兴的时候找个机会啊，写俩字儿，给他认个错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我是不会认什么错的。啊，三奶奶，你别误会了。啊，你看我连着笔墨都给你带来了。白英为了你能早日脱离地牢，他天天在为你祈祷。难道你就不想早点出去到那温泉去美美的洗个澡？牛总管，我谢谢你的好意。你回去告诉百英，就说我在这儿，虽然身上脏了，但是我的心依然是纯洁干净的。如果为了身子干净而出卖自己的灵魂，向魔鬼低头，那个时候我的心就脏了，那还要干净的身子有什么用啊？三奶奶，您要是这么说，我就无话可说了。这纸和笔我放在这儿，您要是愿意认错最好，要是不愿意
啊，我也算带百英尽到心了。三爷，这三奶奶虽然没有写认罪书，但奴才认为她已经后悔了。这是她生性倔傲，不愿意轻易的低头。她不愿意向谁低头啊？这个奴才就说不好了。把三奶奶打下地牢是大奶奶的命令，三奶奶自认为是官长夫人的话，这心中恐怕多少有些不服。哼，她不服是应该的，因为她是我官长的夫人。大奶奶把他打进地牢也是应该的，因为不让他吃够苦受够罪，他永远不懂得珍惜已有的好生活。官长说的真是太对。牛官，以后三奶奶的事你就不用管了。啊，是。你看到这块牌匾了吗？它是我攻下被土匪占据的江州府之后，本省的督军亲自为我题写的，神威天赐。他想让我带着兵跟他一起打到北京城去推翻袁世凯，可是我们这些关中的长老们却一致表示反对。哎，你说我是应该听长老们的呢，还是听督军的呢？恕奴才直言，官长你谁的话也不要听。嗯，你想啊，督军邀请你北伐去打袁世凯，无非是看中三爷的神勇和阴阳关的财力来为自己建功立业，而长老们反对官长出关北伐，无非是担心官长一旦出关，万一成就不了大业，反而会给阴阳关带来灾难，毁掉了他们现在的好日子。牛官，我谁的话都不听的话，那我应该听谁的？听官长自己的。牛官呀，牛官，你可真是个牛官。知之难也，不在圣人，在自圣也。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。阴阳关的历史应该由我来改变了。什么？你还是要出关？对，我卧薪尝胆等了这么多年，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机会。过去我一直希望你出关去征服天下，可是我现在不能支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三奶奶？不是因为她，是因为我的预感。我觉得你得不了天下，反倒把自己给毁了。哼，你在咒我？不，我没有。我一直希望你好，我希望你梦想成真，可是我的预感告诉我，三爷，你得不了天下。既然你的预感告诉你我得不了天下，那么好，我偏要得了这个天下给你看看。我再告诉你一声，我的大奶奶，我已经撤销了对李冰云的禁令，你从今天开始再也没有对李冰云进行处罚的任何权利。另外我告诉你，这阴阳关就是我徐光泰的天下，我就是这里的天。百英，百英，怎么了？百英，你的祈祷显灵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三奶奶已经被三爷放出地牢了。这是真的？那她现在在哪儿？应该跟三爷在一起。
李冰云，有朝一日我让你做整个中国的皇后，你还会离开我去找那个堕落的周文吗？我在跟你说话，李冰云，你是呆了还是傻了？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回答我。你笑什么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是你疯了。一个井底之蛙还梦想着要做中国的皇帝，天下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？李冰云，你这个自作聪明、自以为是的混账女人，你背叛我，你藐视我，我可以随时要你的命，也可以让你的地牢中跟那些肮脏的老鼠一块老死。可是我没这么做，我放你出来了，我还准备让你继续过富足优越的生活。你知道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吗？因为你要显示你是阴阳关真正的统治者，你要让人明白你是一个图霸天下的男人。你害怕别人说一个要征服天下的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征服不了，还能征服天下吗？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最重要的一点你没说。什么？因为我爱你。哼，你爱我，你对我只是想占有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和你夫人。看到冰云了吗？我看到他了，他划着船又去他的水云居了。他是想继续当他的水中野鸟了。你恨我吗？我担心你。担心我什么？我担心你虽然有雄心，可是你已经老了，连一个女人你都制服不了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云姐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白英，云姐姐，你还好吧？好。兵士们，给我冲！冲过这个山坡！是你们的敌人，你们敢不敢拼？敢！有没有信心？有！今天我们的训练表现虽然好，但是还可以，还可以更。本节目由澳门新葡京娱乐城独家赞助播出。打开新葡京娱乐城官网3w.99466.com，500万提款，火速到账。
官方直营，大额无忧。还可以更好。官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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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官长。我问你，你能不能把我的病治好？官长这症属重症，我等已竭尽全力，恐怕短时间内难以治愈，除非有鬼神相助。你刚才不是已经拜过鬼神了吗？三爷，官长，与常人不同，普通之人若是有邪鬼侵入，天医可以请鬼神来相助。怎么，你的鬼神不愿意助我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官长，不是鬼神不助官长，而是鬼神不助我呀。官长的神位愿在天医之上，若是神鬼愿意相助，他会不请自来，若神鬼不愿相助，天医也是没有办法。官长此时患此症，此乃是天意。什么天意？你，我看你们分明都是盼着我死，盼着我站不起来。冷静点。什么冷静？你们都给我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，全部给我出去，出去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滚！好好好好。滚！你们都出去。让他们出去吧。你也请吧。长老们也请回吧。滚！走吧。三奶奶，这次三爷恐怕真的是病得很严重，他现在很绝望，脾气变得暴力异常，事后他的侍女非死即伤，官署内已经无人敢轻易接近他，所以大奶奶和长老们，他们觉得在阴阳关里，只有三奶奶可以镇得住三爷身上的暴戾之气，所以让我来请三奶奶务必去看看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回去侍候那个暴戾的三爷？不不不不，不是侍候，是给三爷一些安慰。云姐姐。我觉得牛总管说的很有道理，你还是回去看看吧。那好吧，我倒也想看看他到底暴力成什么样了。滚！你们每天给我喝的是什么药啊？你们是想把我害死是不是？你们安的什么心啊？我今天我要打死你们，我要了你们的命。你快住手、你把枪放下，你们两个快起来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来看我的笑话是吗？你简直是畜生，不是人了你。你们都下去吧。谢谢三奶奶。你敢骂我是畜生，我今天也可以要你的命。好啊，来呀，你杀了我呀。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我杀了你，我杀了你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你这个畜生，越来越不是人了。你为了发泄自己的痛苦，就无辜的残害那些下人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你真的就不是人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要遭报应，你会下地狱，你要受惩罚的。你骂得好，骂得妙，可我现在还死不了。我告诉你，等有一天我要死的时候，我绝不会撇下你一个人不管，我会带着你跟我一块下地狱的。应该下地狱的是你。三奶奶，官长现在是病人，他的身体不能再生气了，还不跪下认错顺从官长？你给我站住！简直太不像话了，这个女人再不管教的话，她就无法无天了。你总是纵容他，你给我闭嘴！谁把他找来的，谁去管教？滚！都滚！滚！你给我滚！
林卫官，官长在房间里被三奶奶像狗一样的戏耍，他不但不发怒，反而觉得轻松多了。这是什么原因？回大奶奶，这说明官长前世今生孽债太多，官长出关抗清灭匪，杀人无数，现在孽鬼趁虚而入，来向他要债。三奶奶折磨戏耍于他，是在帮他还债，所以他感觉不到羞辱，反而觉得轻松。大奶奶，看来让三奶奶来侍候官长是对的。林卫官，你告诉我，官长的病还能治好吗？官长的病能否痊愈，在天意，不在人力。这么说，官长的病是无药可救了？恐怕天意不可违呀，大奶奶。官长当初发下誓言永不出关，可是他没有遵守他的誓言，所以才落得今天这样的结局。明辉啊，母亲，一大早你不在自己房间里待着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出去透透气儿。出去透透气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你三叔生病了，脾气又不好，你少给自己找麻烦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就赶快回你的屋里去吧。是母亲。你怎么会来侍候我呢？我来侍候你，是为了让那些侍候你的丫鬟们不再受你这个魔鬼的伤害。你对他们都有爱心，而对我一点爱心也没有吗？你认为我应该爱你这个魔鬼吗？我是魔鬼？哼，你不爱我，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吗？你不值得同情。我真要感谢老天爷，给我创造出你这么一个女人来当我的夫人。李冰云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你才能激发我的激情和我的斗志。你等着吧，我总有一天会好的。等我好了以后，这里的天，这里的地，这里的草木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的。疯子。来人呐，官长，牛官，传我的命令，让守关的严秀立刻回来见我。是。严秀拜见官长。严秀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回官署吗？严秀不知。我把你叫回来，是因为关内的人鬼神串通一起想害死我。你现在赶紧把关外的兵都撤回来，给我镇住他们，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。官长，能告诉严秀是谁要害你吗？我这就去砍了他的头。你不必这么着急，按照我的命令，立刻调兵来。严秀遵命。
地上的河。